是哪里的、啊？大学才打球。大学来的，高中哎、欸。高中没有打球。谢谢。可以可以。欢迎来到蓝 My Sports， 然后你今天来到永健国小，然后是带我的朋友许汉成，他就是我之前有讲过，他是一个很强的素人，可能他的技术啊，或者说三分球投射啊，或者说灌篮。那今天来到室内的局，然后顺便看可以看一下他在打全场的时候实战能力在哪里。那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这样的球员可以有一个舞台，所以希望他在之后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的空间，毕竟还年轻，然后素质又摆在那里。对，那希望观众可以继续关注这个球员，然后关注 LMS Sports，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，拜。Rock.